么我现在都没看到你说话呢？那你快坐下来。他们都，昨天家人们，对。我肚子有点不舒服。来，全屏飘一个欢迎金字啊！咱们全屏打个欢迎，好不好？你全屏打个欢迎。干嘛？没事，你打个欢迎。来，家人们，来打个欢迎。打个欢迎。怎么了？没事。啊？没事，没事。我看我手是细皮嫩肉的。干嘛？你干嘛挡着我？哎哎、没有呀，没挡着你、啊。什么东西？怎么啦？没有呀。要我又不是我又不是稀客。没有，刚刚我们他们自己在下边聊天。啊。对。你们在聊啥？我看一下啊。你翻不上去了，你看打那么多欢迎，你翻不上去了。在聊什么吗？是不是在背后说啥？没说啥呀。他是不是在背后说啥？没说啥呀，家人们。在跟你们说悄悄话，是不是，家人们？呀，谢谢大家，我看到好多新人呀，咱们给我点点关注，好不好？给我点点关注。给他妈妈买，给我妈妈买什么？家人们，我问一下啊，其实咱们就是，我们就一起来，就是说一些真心话，好不好？我问一下大家。就是现在在直播间这么多人，你们是真心希望金枝越来越好的，咱们在公屏打一个好，行不行？在公屏打个好。对，我看一下有多少人是希望金枝以后的生活、以后的工作、以后未来的另一半对他好的，是真心的那种祝福。你看金枝这么多。家人们，哦，你的手千万别坏，真的把我的眼睛都晃晕了。都希望你越来越好。嗯，对，主要就是说这个。就是希望我越来越好。对，说明直播间的家人们。我还是想上去看一下。哎，你看100多个好了，你看全是好，看到没？好。对，这个就是家人们就是很感谢你们啊，就是金枝能认识大家，也是他的一个福分。以后呢，希望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善良的叔叔阿姨们、大哥大姐们，希望你们呢身体健康，阖家欢乐，好不好？嗯。我也不知道说啥了。咋啦？谢谢大家，谢谢蓝山仙谷，感谢大家对咱们，有条件的可以给金枝挂一个粉丝灯牌，好不好？挂个粉丝灯牌，金枝我喜欢什么？我喜欢大家健健康康的就好了。我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的。哎，家人们，咱们要不要听一下金枝唱歌？唱一首歌给大家听，好不好？可以吗？可不可以？我们再让我们的金枝唱首歌给大家听。老牛吃嫩草了。我吗？我27岁很老吗？叔叔阿姨们，说实话，因为我的话从小可能就是风吹日晒，然后还有就是什么东西，可能我呢就是人哈，感觉好像我其实我跟富哥站在一块，好像我的年纪要比他大一样，知道吗，家人们？真的，我跟他站一块是这样子的，他是细皮嫩肉的，你们可以看到他的手都细皮嫩肉的，然后人家都觉得啊，这是你的弟弟吗什么的，真的有。我有那么显小吗？上次有一个这里的有一个员工，你上次不是来办公室找我吗？然后他就说，他说那是你弟弟吗？他不认识你吗？他不认识我居然。你是酒店的，你又不是酒店的股东和老板，人家怎么认识你吗？对不对？你要让这里全公司的人都认识你吗？我在这儿我都住了那么久了，他居然不认识我。低调点嘛。低调点，低调点。细皮嫩肉呀。对。看到富哥的手就是细皮嫩肉。那你们家人们，你们觉得我这个手啊，是像是那个50-60岁的人吗？不像吧。嗯。唱一首歌，我唱歌真的不好听，家人们。好听啊！我就不，我家金子，我不问家人们，我不问直播间的所有的家人们，你唱歌好不好听？嗯。家人们，你们自己告诉他好不好？你跟问了有什么区别啊？我没问呀。我没问他们，他们自己告诉你啊。你说不好听，家人们觉得好听呀，对不对？我觉得你好唱好听。吉年是你妹妹吗？不是。
化妆品。好听啊。牵个手呗。谢谢爱上未来，感谢张美点关注，点点关注，你俩来一个合唱，两人对唱一首歌，一看就是年轻人的时候。没有，有些人他故意的，就是故意来黑副歌的。对，有的很多人就是故意来带副歌节奏的。嗯，男孩子的谈吐比声音比副歌比金枝好，那肯定呀，肯定呀。那副歌他是有文化的人，而且是大城市的人，我是一个乡下人，农村人，你说我有什么好的谈吐吗？而且我读书我也只读到高中，知道吗？我也只读到高中一年级都没毕业，希望大家理解一下。家人们，你们有没有那种跟我一样的那种，有一种那种向往啊，就是向往那种田园生活，就是在大山里边待着。我们这里没有田园生活，只有山里的生活啊，就是在山里边待着，独门独院，整个就是那种一早上一起来就呼吸的那种大山的空气，你们有没有过这种向往？我不知道直播间家人们，你们是城市里的还是咱们就是那什么，对吧？那什么拿什么？ 我就是表达不出来，我就说那什么了。对，不认识啊，你们在上面问的人我不认识，因为我没有什么社交的，家人们。向往是吧？对，我就是特别向往这种生活，我都想退休了。唱夫妻刷刷把家还，这个等以后副歌结婚再给你们唱好不好？金枝家就这样，这不是我家，这是富哥喝茶的地方，而且这是我们县城一个很好的一个酒店，对，很好的一个酒店。孟非蝶姐姐，没有家人们，家人们你们不要这么说好不好？一会儿让金枝害羞了，人家毕竟是女孩子，你说我富强一个大男人，你们说说，哎，可能我觉得就没啥啊，但是金枝人女孩子说多了人家都害羞的，好不好家人们啊？这个下来我们说嘛，就不要让金枝那个唱首歌吧，好不好？唱首歌。嗯，唱歌，开放一些，正常谈恋爱。唱歌。我希望最初是你，后来是你，最终也是你。我不爱你，谁爱你？有人不放声唱吗？没有，我放声唱了呀。说话跟唱。我唱歌，痴心爱人呢。哎呦，谢谢您的夸奖，富强唱歌真好听啊！谢谢您，谢谢您。这首歌你们，我富强刚刚唱这首歌，你们有没有听过，家人们？啊，就是金枝唱这首歌很好听，那首富强背影的那首歌，富哥背影的那首歌叫啥来着？有首哎，对了，那个视频你啥时候拍的？哎呀，那天啊，你说你要去看一下桃子长得怎么样了，然后我们就在那里拍了一个，我那天就是偷偷的拍了一个富哥的背影，家人们。其实说实话家人们，我呢我一定会保护好金枝，知道吧？像你们很多人说的金枝现在有很多直播间有很多人喜欢他，就是不要让他被一些所谓的资本啊或者什么的怎么样他，对吧？我相信啊，直播间家人们，富强在，你们放不放心？放心的咱们打个放心，好不好？不，你得让我接触资本。你接触资本干嘛？那我会越来越好呀，越做越好呀。我不就是你最大的资本吗？啊，放心哈，谢谢直播间家人们对富强的信任。有句话说的啊，我不敢说，哎，我做给大家看，就是有句古老话说的，人在做天在看。做任何事情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对不对？遵从自己的本心去做就可以了。而且可能很多时候啊我呢也没有说我要做一些什么东西来让直播间的那个
家人们来看，我觉得没必要，是什么样的生活就是什么样的生活，我和金枝就是咱们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对不对？这个怎么了？我在找歌啊，准备给大家唱首歌是吧？对呀、啊，刚刚不是大家说要听一首歌吗？放心，都在监督你，谢谢我们直播间的叔叔阿姨。然后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前面刚刚副歌还没来的时候，我说一句话啊，你上厕所？就是前面副歌还没来的时候，我觉得我跟大家一起聊天，我觉得我话老多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样的？我以前我自己一个人直播的时候，我发现我好多话跟大家一起说，聊天呀都特别放得开，跟大家一起聊天。但是现在就是好像副歌在我旁边，我都不知道自己说什么话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是为什么呀，家人们？就很奇怪，就是感觉整个人头脑昏昏的，就头很昏。如果说像之前我一个人直播的话，我就跟大家就随便怎么聊，随便怎么说，然后啥都可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刚刚开播的时候，我跟大家一起聊天，都还觉得挺放得开的，挺那个，就是什么都能说的。哦，他来了以后，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好像，就是嘴巴特别笨，都不知道怎么去说话，然后就是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唱月亮代表我的心，然后我呢就是，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们直播间现在直播间有这么多人，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是怎么认识的？知道的打个知道，不知道打个不知道，我看一下是知道的多还是不知道的多，好不好？蒙圈了太正常是吧？对，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不知道，有点可能知道。打电话。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有好多人，哦，好多人都不知道哎。哇，我发现就是每天我们直播间来的人都不一样，真的来的人都不一样，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很正常的。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像刚刚金枝说的那样子？就是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呀？就有没有跟金枝一样发生过类似的这种情况？说实话，我真的我就特别，而且在刚刚来的时候，然后我就是会耳朵就会烫，两只都会烫，家人们，两只都会烫，对，就是语无伦次。你们有没有发现金枝就是感觉不对劲一样，就语无伦次的那种一样，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发现？有吗？富哥还在你那儿吗？他出去接电话去了，去打电话去了，刚刚那个拿电话出去了。恋爱了，因为我在乎他啊，真的。然后而且就是他如果说每次让我唱歌，我会有点不好意思。对，我们是怎么认识的？我跟他认识有两年了，家人们，有两年了。然后他是成都的，然后我是马边的，就跟大家认识我一样，这样子认识的，就跟大家认识我一样，大家是怎么认识我的，他就是怎么认识我的，一模一样的，家人们。对，那富哥来了，我给大家唱首歌啊，来了，我给他唱首歌。还没唱吗？没有。咋不唱呢，家人们？你来了再唱，他们说。哦，可以耶，哇塞。对，我们给金枝打个加油好不好？加油，当着富哥的面唱一首歌。好呀，咱们点点关注好不好？点点关注，我看到好多都还没有给金枝点关注的，你们不点关注到时候都刷不到金枝了，别忘了给金枝点点关注。唱什么歌，家人们？你们想好了唱什么歌了吗？加油加油加油！富哥送的礼物要收下，你听到没？你看到没？你刚看到没？我收了。哎呀呀呀呀！这是富哥买的，我收了。你问月亮代表我的心是吧？对，富哥富强。
你们可以不要叫我叫富哥，你们叫我叫富强。他们是顺着我的哦，跟着我喊，跟着干女儿喊的啊，跟着我喊，你叫小富也可以，好不好？跟着我，加油加油！刚刚小富唱的，唱诺言，诺言，诺言，唱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好不好？姑爷得了，哎，对，小姑爷，哎，月亮代表我的心。你要看着我唱，家人们，我们今天看着我唱。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好听，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你